这太多了，太多了，有点多，有点多，有点多。哎，哦，太大声。太大声。大家还在睡觉。再来。啊。OK，来了。他为什么不赶快开？是不是要叫警察来抓我？有可能哦，有可能哦。所以我们赶快，不然等一下。没有，他刚刚有广播说他等火车过。来，这首歌大家都会唱的哦。他就拍个照，一二三，拍一张。哎，等一下，有点慢。拍一张，一二三。好碍眼哦。我怕我现在唱下去，马上就被赶下车，你知道吗？不会，快点！没有，叫你去另外一台而已。他叫理想啊，我们叫河堤三重奏啊，河边的河，堤防的堤，
三重，好，一二三的三重奏哈。哎，顾名思义，我们有三个乐手了哈。可是今天也是一样，只有我自己出来而已。那接下来我们请另外一组街头艺人来上台了。